This is a fraud on the American public. This is an embarrassment to our country. Frankly, we did win this I'm not here to declare that we've won, but I am here to report when the count is finished, we believe we will be the winner. It is going to lead to tensions and unease in this country, already bitterly divided. This has been such a surreal presidential election.美国东部时间3号凌晨，第59届美国总统选举正式开战。这本是一些美国政客向全球炫耀自己所谓民主样板的绝好机会，但如今，他们恐怕无力也无颜面再像以前那样推销自家民主了。无休止的疫情引发的经济衰退，以及种族主义痼疾、政治极化激起的社会动荡，共同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这个红蓝战场抹上了一层灰暗的底色。今年的这场美国大选早已演变成一场乱象百出、偏离常规的闹剧。美国《时代周刊》杂志11月2号和9号的合刊封面，醒目地挂着 “vote” 字样。这是《时代周刊》近100年的历史中第一次替换了杂志封面上的 “Time”， 目的是号召全美国人行使手中的投票权，从而改变现状。据美国选票跟踪数据库的统计，2020年的美国大选投票率创下自1908年以来新高，达到67%，总票数超过1亿6000万。英国广播公司评论说，这注定是近百年来一场最不同寻常的美国大选。这次选举的一个重要的指标意义就在于美国未来它会采取一个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啊，它会怎么样去解决我们现在全世界都看到的这些问题啊，它其实事关一个美国何去何从的问题。而美国呢，作为这个世界上的应该说唯一的超级大国，它的选择、它的走向，对于很多美国人的个人的生活以及对全世界的未来的走向，我觉得都是有很深远的影响的。2020年美国大选投票于当地时间3号晚全部结束，并随即开始计票。可是经过一夜等待，美国人未能等来谁将成为他们下一任总统的明确结果。美国大选实行选举人团制度，50个州一共538张选举人票，任何一方取得其中270张即可胜利。在绝大多数州当中，选举人票遵循赢者通吃的规则。而美国的竞选版图可以大致缩小为3大板块：民主党铁锈带、共和党大票仓、胜负难分的关键摇摆州。那么为什么今年的统计结果迟迟难以出炉呢？这还要跟今年美国大选的一个特点有关。美国大选的投票方式分为邮寄投票和在投票日进行现场投票。今年由于新冠疫情肆虐，通过邮寄选票的方式提前参与投票的选民近1亿，占总投票人数比例近70%。而这些邮寄选票经过邮局寄到计票中心集中放好，到了投票截止之后才能集中打开信封和进行计票。虽然大多数州均要求邮寄选票不能晚于11月3号抵达，并以邮戳为准，但像宾夕法尼亚州这样的关键摇摆州认可选举日后3天内收到的选票，这直接影响了美国大选结果出炉的时间。And if you just want to know what state's going to keep you up late on election night, keep an eye on Pennsylvania. By law, that state can't start processing, let alone counting all the early votes they're getting until election day. And they can still receive absentee ballots up to a few days after the election. So in Pennsylvania, Craig, we may be talking about election week. 在特朗普票数不断上涨，各州纷纷翻红后，他的涨势渐渐慢了下来。而在几个关键摇摆州里，拜登的票数则慢慢追上来。两方增长速度出现如此大的变化，这在往年是没有的。那么，为什么今年的计票过程犹如过山车般跌宕起伏？在大选宣传的过程中，拜登团队一直鼓励选民使用邮寄的方式进行投票，而特朗普一直鼓励自己的支持者去投票站现场投票，这也是拜登在一些州的后续计票过程中逐渐翻盘的重要原因。
Democrats are more likely to use mail-in ballots. Republicans are more likely to walk into polling booths on election day. It is likely that the first votes that will be counted will be those people who came in on election day, which will be Republican. 面对摇摆州选情变化，特朗普发推特称要对所有拜登获胜的州发起司法挑战。特朗普竞选团队四号称，已先后在密歇根州、宾夕法尼亚州和佐治亚州发起诉讼，要求法院下令停止当地计票。当地时间五号上午，福克斯新闻消息称，特朗普竞选团队将在内华达州提起诉讼，指控选票欺诈。据《国会山报》十一月二号报道，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告诉全国公共广播电台，如果本次美国大选结果有争议，国会准备好决定总统大选结果。实际上，对于选举结果可能产生的争议，总统特朗普早有准备。九月十八号，美国最高法院大法官金斯伯格去世。八天后，九月二十六号，特朗普在白宫玫瑰园举行仪式，提名保守派人士巴莱特为最高法院大法官。When you have the Senate, when you have the votes, you can sort of do what you want as long as you have it. 而保守派大法官上任，无疑给本来就扑朔迷离的大选增添了不确定性。目前在九位大法官中，六名大法官的立场倾向保守派，在当前的最高法院里占据了压倒性优势。最高法院很可能会判定关键摇摆州的邮寄选票无效，从而改变选举结果。一旦此种情况发生，美国或将陷入一场政治危机，甚至是宪法危机。而伴随选情陷入焦灼，两派支持者的表现也泾渭分明。当地时间四号，底特律计票中心外一度爆发混乱，聚集在计票区外的民众敲打着门窗，高喊着"让我们进来"和停止计票。随后，警方不得不采取行动。另一边，费城、纽约、芝加哥等城市也出现抗议及游行活动，要求清点每一张选票。美国大选似乎打开了潘多拉盒子，释放出骚乱和暴力冲突的恶魔。事实上，这场混乱来得并不意外，伴随着大选进程，种种乱象早已让人目不暇接。持续不断、精神催眠式的演讲，你方唱罢我登场，不遗余力变着花样直指对手，讥讽怒骂。美国两党总统候选人向白宫发起冲刺时上演的种种戏码，在这次大选中被表现得淋漓尽致。当地时间九月二十九号，两党候选人进行首轮电视辩论，正面交锋。在美国政客引以为傲的选举制度安排中，竞选理应是一个各方进行政策辩论、理性探讨，并进而寻求政治共识的过程。但在此次美国大选中，却充斥着低俗、抹黑和相互攻击。《华盛顿邮报》称之为最糟糕的辩论，是个耻辱。《华盛顿日报》则直言，辩论场面荒唐，令人沮丧。A lot of people die, and a lot more are going to die unless he gets a lot smarter, a lot quicker. So, Mr. President, did you use the word smart? You graduated either the lowest or almost the lowest in your class. Don't ever use the word smart with me. Don't ever use that word. Oh, give me a break. Because you know what? There's nothing smart about you. And by the way, maybe you could inject some bleach in your arm, and that would take care of it. This is the same man. That was said sarcastically. That was said, you know that. That was said sarcastically. And so here's the deal. The fact is that I've gone head to head with Putin and made it clear to him we're not going to take any of his stuff. He's Putin's puppet. Final word, Mr. Well, it's hard to get any word in with this clown. Excuse me, this Hey, let me just say to you, you were a senator. You're the worst president America has ever had. Come on. If you missed the debates, I'm going to give you a quick recap of what happened. Would you like to respond? It was very informative. 而伴随着混乱的首场电视辩论落下帷幕，2020年版的十月惊奇也如约而至。当地时间十月二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确诊感染新冠病毒并入院治疗，震惊全球。不过入院仅三天，特朗普就宣布治愈返回白宫。
而他在出院前后做出的一系列不寻常举动成了各方关注的焦点。Better than 20 years ago. Don't let it dominate. Don't let it take over your lives. 特朗普出院当天，从清晨开始便陆续发推，不到一个小时，共发出18条推文，大部分推文的内容都十分简短，意思只有一个，那就是给我投票。十月惊奇这一政治术语最早由美国前总统尼克松的助手威廉·凯西1980年提出，是指在11月大选到来之前，两党往往会制造一些爆炸性的新闻，争取选民支持，甚至会影响选情，出现戏剧性变化。1980年选前，里根严厉谴责伊朗扣押美国人质的行为，而伊朗方面十月传递出的信息是，卡特在白宫期间不会释放人质。选举结果是里根以压倒性优势赢得选举。2004年选前，半岛电视台突然公布基地组织头目拉登首次承认发动911恐袭事件的录像带，当年打着反恐旗号的小布什赢得大选。2012年10月的飓风桑迪袭击美国，应对飓风灾害让奥巴马有了表现机会，并最终击败罗姆尼，赢得在白宫的第二个任期。2016年，维基揭秘网站公开了美国民主党高层内部绝密邮件与音频文件，显示希拉里涉及勾结民主党高层、内定党内候选人，并参与了洗钱和操控媒体等多项丑闻。在2016年10月的美国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赛中，特朗普抓住希拉里的邮件门软肋，穷追猛打，最终希拉里在选举中失败。对于本届民主党人来说，4年前的那场十月惊奇仍历历在目，正卯足了劲准备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而共和党人则更希望好戏能再次上演。10月14号，默多克报业集团旗下的右翼小报《纽约邮报》突然爆料称，在拜登次子亨特的个人笔记本中发现了含有亨特的吸毒照片、色情视频及上万封电子邮件，并公开了其中部分照片和两封邮件，邮件的发信人均是乌克兰最大天然气供应商布里斯马的顾问普扎斯基。由于事件疑点颇多，民主党和共和党人就此炒作一团。其实对于美国舆论而言，对于美国公众而言，可能对这些互相泼脏水、互相抹黑的事情也已经见怪不怪了。其实这次选举里面包括比如说十月惊奇，那似乎对于共和党阵营来说拿出了各种各样的这个诬陷对手、抹黑对手的所谓的猛料，但实际上民主党阵营方面，你在过去一段时间以来，你根本没有看到民主党阵营拿出非常非常有效的、足以实现一个非常光明正大的、非常足以能够吸引选民的一个正面竞选的任何政纲，实际上是没有太多吸引人的东西的。但是反而在最后一段时间里面，民主党阵营或者自由派媒体、自由派阵营拿出了多个可能给特朗普抹黑的材料，所以让人感觉最后一刻真的是这个民主党人在过去4年里其实是所谓的学坏了，就是他们都同时的采取了抹黑的方式，所以一定程度上也导致了共和党的抹黑其实被中和掉了。这种方式本身其实根本不是比好，真的是互相比差的这样一个方式，他最后损失的显然是美国政治所谓的那个品质，甚至是进一步撕裂了选民。选情焦灼，乱象频出，2020年美国总统大选为何被称作史上最不同寻常的大选？疫情蔓延，社会撕裂，政治极化，透过大选我们看到一个怎样的美国？非常规美国大选，深度国际为您解析。1931年，美国作家詹姆斯·亚当斯在他的作品《美国史诗》中首次提出了美国梦一词。在他的笔下，美国是一个应许之地，无论出身或阶层，每个人都有能力过上更好更富裕的生活。但时至今日，美国社会中有着种族歧视、社会经济地位不平等和暴力冲突等各种现象。2020年的美国疫情肆虐，又遇大选，使得政治极化和社会撕裂达到了百年未有的程度。
当地时间11月1号，纽约时报借用多米尼加艺术家丽莎尼亚·克鲁兹艺术展《美国梦》的讣告，表现了美国人美国梦梦碎的现实。自疫情开始，美国已经记录了超过960万新冠肺炎病例，超过23万5000人死于新冠病毒，是世界上感染人数和死亡人数最多的国家。据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发布的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当地时间6号，美国单日新增确诊人数超14万，连续第三天刷新感染人数超10万的记录。平均每一秒就有一人确诊，每2分钟就有一人死亡。照此估算，明年1月20号总统就职日之前，美国将再有14万人死于新冠肺炎。当地时间10月28号，美国国家过敏症和传染病研究所所长安东尼·福奇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正在朝着错误的方向前进，而这一切结束可能要等到2021年底，甚至更晚些时候。Get a vaccination campaign, and by the second or third quarter of 2021, we have vaccinated a substantial proportion of the people. I think it will be easily by the end of 2021, and perhaps even into the next year, before we start having some semblances of normality.福奇的表态激怒了特朗普。当地时间11月2号凌晨，美国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举行的竞选集会上向支持者们暗示，自己大选后可能会解雇福奇。另一边，特朗普的竞争对手拜登则立刻在俄亥俄州的竞选集会上力挺福奇。And last night, Trump said he was going to fire Dr. Fauci.Isn't that wonderful? I got a better idea. Elect me and I'm going to hire Dr. Fauci. And we're going to fire Donald Trump. 不难发现，如今防疫科学家俨然成为两派斗法的竞选工具。政客们关心的似乎并不是应对疫情，而是煽动民意，进而攻击对方软肋。而在新冠疫情的催化下，反智主义肆虐，政治极化加剧，更是让美国的社会矛盾前所未有的凸显。大选投票日前夕，又一起警察暴力执法事件震动了美国社会。当地时间10月26号，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最大城市费城，有人拨打911电话求助，称家中一名27岁男子出现精神问题，请求派出一辆救护车。不一会儿，两名警察首先赶到现场。见到警察后，这名有精神问题的黑人男子情绪更加激动，挥舞着匕首向警察靠近。Officers ordered him several times to drop the weapon. Fortunately, he did not do so.费城警察局长承认，两名警员当时没有携带电击枪，总共向黑人男子华莱士开了14枪，华莱士在被送往医院后不治身亡。目前，两名涉事警员已被停职调查，而华莱士之死也再次引发街头抗议。Oh, he hit a cop! Oh my God, he hit a cop! They ran that lady right over. My hands up! My hands up!华盛顿邮报公布的警方枪击数据库显示，截至10月26号，包括华莱士在内，今年已有804人被警察用枪打死，其中1/5的死者患有精神健康疾病。10月27号，拜登发表声明称，我们不能接受在美国精神疾患会导致被杀，与此同时，对社会不公正现象的愤怒也绝不能成为使用暴力的借口。特朗普的表态则一如既往力挺警察队伍，将骚乱的发生归咎于民主党人的软弱无能。这个族裔矛盾的加剧在这次疫情里，特别是5月底这个弗洛伊德枉死之后，出现了全美广泛的抗争。这个抗争的幅度、抗争的这种程度、覆盖的这种范围，已经远远超过了50-60年代民权运动的时候的这样一种状态。这种抗争本身其实是又唤醒了从历史中走来的，根本到目前为止看不到任何解决方案的族裔矛盾。所以其实族裔矛盾本身背后，其实当然是它是非常特殊的美国的这种自己的矛盾，但同时背后也有很严峻的经济根源。新冠疫情对于这个美国社会里面那些没有就是社会地位比较低啊，然后收入比较低的这些人冲击是更大的。
而美国的富人其实在新冠疫情之后，他们不但财富没有缩水，他们的财富还增加了啊，增加了30%。为什么？因为美国股市在涨啊，但是能去炒股的比较穷的人，他是没办法去增值的，他可能工作都保不住，所以这个社会阶层之间的撕裂是前所未有的。造成美国社会分裂的另一个重要因素就是身份政治。今年5月，弗洛伊德事件引发了席卷全美并持续至今的反种族歧视大规模骚乱，就是非洲裔身份政治的表现。无论是1960年兴起的民权运动、多元文化主义、女权主义、平权运动、政治正确、性取向平等，还是2013年兴起的黑人的命也是命，可以说都属于身份政治。而欧洲裔白人也同样有身份政治的诉求，紧随黑人的命也是命之后，出现了白人的命也是命运动。在他们看来，以民主党为大本营的自由派多年来过于关注少数族裔的权益，而忽略了白人群体的权益。在贫富悬殊和身份政治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正面临百年未有的分裂，社会分裂就容易导致政治极化。You guys fighting Biden? Yeah. You ungrateful pieces of crap! Get out of our country! So, these are American voters there. Well, obviously they don't like our country. 以往的两党政治极化是因为某些立场，或者是因为我代表的某些利益与你不同，所以导致我在某些议题上彻底的反对对手，那是一种这个利益导向的或者是政策导向的极化。但是现在的政治极化是因为我是白人，所以我就反对少数族裔，因为我是少数族裔，所以我就要支持民主党，反对白人支持的共和党。极化政治这样一个分野是完全被某个群体当中与生俱来的，没有办法改变的，或者至少是很难改变的一些身份标签所代表的时候，这国家是彻底撕裂的。2000年的总统大选后，政治评论家们开始用红色和蓝色表示不同州的政党支持情况。蓝色代表民主党候选人获胜的州，红色代表共和党候选人获胜的州。于是，这张具有视觉冲击力的地图就成为美国正在发生政治极化的最有力的证据。而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候选人不遗余力争夺摇摆州、关键州，似乎正在将政治极化推向更高点。这次选举让人感觉呢，就好像这两个人呢，特朗普和拜登呢，他们都在竞选美国总统，但是他们竞选的不是一个美国的总统，是各自在竞选各自国家的总统一样，就是他们完全有不同的对这个国家的理解，对这个国家传统的理解，对这个国家现实的理解，对这个国家未来的这种谋划都完全不同。或者说他们对于这国家的一些深层次的一些问题的这种解读也不一样，那很大程度上是因为他们背后的不同党派的这种极化导致的。当地时间11月4号晚，美国时代周刊在推特上公布了其最新一期的封面，并这样写道：就算乔拜登赢了，他将管理的也是唐纳德·特朗普的美国。封面中间是一只印有美国国旗的口罩，不过这只口罩仅有一半，边缘处还是被撕裂的形状。封面上还有美国现实的醒目标题。时代认为，无论特朗普是赢是输，特朗普都给美国政治格局带来了持久的结构性转变，引发了一定程度的愤怒、怨恨以及怀疑，这对他的继任者来说将很难克服。We were far more divided in the Civil War, far more divide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 But we've always had hope in the future. And that hope, we're losing it with this division. 你很难想象，在极化的状态下，可能是这四年是这个答案，那四年是那个答案，或者八年是那个答案，它导致的结果是进一步的难以实现一个有效的认同。所以大概就是在政治上的极化，在经济上的这种不平等的这种阶层的矛盾，在族裔问题上的持续的无法解决，所以共同导致了这个国家在各个层面上出现了此起彼伏的矛盾。而且这种矛盾是很难想象会通过一次选举解决的，或者说我们看到的美国这些困顿，就好像在椭圆办公室里头
待了几百年，待了两百多年，那张那个所谓的坚毅桌一样，他都在静候着这次选举新复权的那个白宫主人的到来。换句话说，就像那张桌子一样，这个国家的困顿根本没有任何变化。而且，无论是谁当新当选总统，他拿出的方案都是代表这个党派的方案，是一个非常极化的方案，他都不能有效的、彻底的、全面的解决美国任何的问题。如果把这届总统选举比作一面镜子，那么它所映射出的就是一个两党政治极化、激进达到巅峰的美国。无论是共和党还是民主党，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他们在竞选时所看重的似乎只有个人和政党利益，而代价则是难以弥合的美国分裂之上。华盛顿邮报已将目光投向大选后的美国，该报评论说，无论谁赢了大选，接下来的四年执政都将异常艰辛，因为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严重分裂、危机四伏的美国。